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赵琛。今天是2019年2月19日，星期二，今天也是元宵佳节，祝大家节日快乐。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只要 TV 新闻早报，同步收看节目直播。在我们的公众号参与互动话题讨论，您还有机会获得吉林省全民阅读活动读书以及即时生活频道全程热恋栏目的录制现场门票。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即时网以及即时通 APP 同步收看本栏目。好的，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吉林南部、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北部沿边有雨夹雪或小雪。省内大部分城市和地区的最高温度在-1度到-3度之间，最低温度在-11度到-4度之间。长春小雪，最高温度为2度，最低温度为-5度。好的，了解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欢乐闹元宵，全国各地举办民俗活动喜迎元宵佳节。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020万人次，连续10天单日发送旅客超过1000万人次。三泉水饺疑涉及非洲猪瘟病毒，相关产品已封存下架，企业向消费者表示歉意。百元大钞被做到蛋糕上，商家涉嫌违法被处罚。男子欲跳松花江，民警机智营救。暖心，长春学子河南救助摔倒老人。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一航空公司因脱欧影响被迫关闭。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今天是正月15元宵节，元宵节前夕，全国各地都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做花灯、猜灯谜、舞龙、舞狮等民俗活动纷纷举行，喜迎元宵佳节。16号早上，在广东佛山狮山镇，火红的狮子一跃而起，在狭窄的独木桥上面闪转腾挪。身披各色鳞甲的雄狮配合鼓点，时而威风凛凛，时而憨厚可爱，把狮子的动作神态都演绎得惟妙惟肖。在江苏镇江银山门社区，当地老老少少齐聚公园，一起做花灯、放河灯，欢欢喜喜闹元宵。这边大人们忙着挂灯谜，另一边孩子们用红包学习制作灯笼。6个红包在一双双大手小手的默契配合下，制作出一只只鲜红喜庆、别样精致的小灯笼。夜幕降临，老老少少拿出准备好的荷花灯，慢慢放入水中，各自在心里许下新春最美好的祝福。在辽宁沈阳，五光十色、绚丽多彩的灯展让游客仿佛置身梦幻海洋。伴随着动感十足的音乐、神奇的哈哈镜、有趣的互动投影、魔幻的昆虫世界等充满科技感和互动元素的主题灯组依次登场，让大人和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既能锻炼，又能点亮红星，心想事成，特别吉祥。我就是向往我自己学习进步，祝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元宵节前夕，在山东鄄城，一场别开生面的蒸馒头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心灵手巧的面点师傅们玩出了花样。你看这花馒头，简直是一件件的艺术品。上面的寿桃圆润红嫩，鸟儿活泼可爱，金珠憨态可掬，让现场观众赞不绝口，纷纷拍照合影。元宵节前夕，吉林省图书馆也举办了闹元宵、猜灯谜的活动。灯谜分为非原创、原创两部分。非原创谜面来自省图书馆图书及互联网，涉及著名历史人物、唐诗宋词、古典名著等；而原创谜面则来自吉林本土灯谜爱好者，涉及吉林省行政区划名、景区景点名、吉林省植物名等，极具地域特色。活动现场前来参加的读者络绎不绝，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17日晚，2019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元宵晚会录制完成，将于今晚20点06分在 CCTV 一套综合频道和 CCTV 三综艺频道播出。今年的元宵晚会将以热情欢快的歌舞、诙谐幽默的语言类节目、趣味十足的民间民俗，为全球华人奉上一道喜庆欢乐、充满年味的元宵节盛宴。吃元宵、赏花灯、猜灯谜一直是元宵节不可或缺的传统民俗。此次晚会不仅会将这些民俗搬上舞台，还邀请了民俗专家、非遗传承人一起现场为大家展示元宵、汤圆、糖人、面人的制作过程，让我们一起期待。
除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元宵晚会，我们吉林卫视元宵晚会也将于今晚19号，也就是19:30播出。这台晚会可以说是亮点纷呈，让我们先睹为快。整台晚会以金猪闹春为主题，闹与乐成为两大关键词，将围绕传统文化、艺术表演、联欢特色三大主线展开，陪伴全国观众共度元宵佳节，超级开心，超级热闹。深受大家喜爱的歌手在元宵晚会的现场掀起全场大合唱，品冠带来经典歌曲，回忆满满，嗨翻全场。寻找李慧珍本人也来和您一起闹元宵，还有姜育恒、李玉刚、平安、朱静佳等众多明星将为我们带来精妙绝伦的演唱。这么温暖的节日，当然少不了夫妻强强联手，熊天平、杨洋甜蜜献歌，为爱开唱。今年元宵晚会的两个小品也一定会让观众津津乐道，捧腹大笑。魏三儿、崔大笨、马天女、刘国泰等人的联袂演出让人充满期待。正月15人团圆，巷里花灯映万家，红红火火新时代，欢声笑语幸福来。2019吉林卫视元宵晚会，明星闪耀，震撼来袭。2月19日、正月15、19:30，敬请期待。正月15、16两晚，建院94年的故宫博物院将首次开夜场办灯会，届时紫禁城古建筑群将首次被点亮。此次活动地点主要在午门展厅、太和门广场、故宫东城墙、神武门等区域。故宫17号发布活动信息后，引发了持续的关注和抢票热潮。昨天凌晨预约活动开始后，门票瞬间就被抢光，故宫的官网也一度无法登录。由此可见，94年来故宫首次开放夜场是多么的火爆和受到关注。元宵佳节月满冰轮，天文专家表示，2019年的元宵月不仅恰逢年度最大最圆月，而且还是15的月亮15圆，最圆的时刻将出现在今晚的23:54。届时，我国凡是天气晴朗的地方，都会出现皓月当空照的天文美景。公众可以选择视野开阔的地方，欣赏月圆美景。来关注春运情况。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020万人次，同比增长2.8%。加开旅客列车774列，铁路春运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连续10天单日发送旅客超过1000万人次。铁路部门千方百计增加运输能力，最大限度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这个春节假期，柳横高铁线路是发生了多起孔明灯、气球等异物粘挂高铁接触网的事件，其中有3起导致列车逼停。2月17号上午7:30，广西柳州的铁路工作人员接到报告，一盏孔明灯挂在铁路的高压接触网上，工作人员立即对孔明灯进行了处理。今年春节以来，在广西横柳高铁线路450公里范围内，就发生了15件异物掉落接触网。其中3件直接逼停列车，这些异物大多都是铁路沿线居民燃放的孔明灯和气球。在大年30当天，广西泉州县境内的175公里高铁线路就有6个孔明灯落在铁路设备上，我们的职工基本上全天都在紧急的处理故障，连年夜饭都没有顾上吃。高铁沿线的供电接触网平均电压高达27千伏。孔明灯、气球、风筝等异物挂在铁路的高压接触网上，极易引发供电线路短路，导致列车停电停运，耽误大家出行。孔明灯等异物不仅会逼停列车，还极易造成火灾。在2014年1月实施的《铁路安全管理条例》规定，禁止在铁路电力线路导线两侧各500米的范围内升放风筝、气球等低空漂浮物体。如违反上述规定，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并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希望大家不要在铁路沿线燃放孔明灯，让列车准时准点把旅客送到目的地。前几天，在贵州3岁一名男子在高铁线旁升起无人机进行航拍，民警立即上前对其制止。2月14号上午，
贵州三岁派出所民警在三岁火车站的站前广场巡逻时发现一名男子在站前广场升起了无人机。现在干什么呀？啊，我现在在拍一下照。是拍用什么拍呀？用那个无人机。你知不知道在这个铁路沿线这高铁啊这个范围内放这个无人机啊违反规定的？不知道，真不知道。啊，你的身份证出示一下。我知道了，我不能这么干的。随后民警将宋某传唤到派出所，经询问得知宋某是一个航拍爱好者，也取得了无人机驾驶执照。当天路过三岁高铁站时觉得铁路附近的景色不错，便想用无人机拍摄照片留作纪念。因为你在这个高铁范围内呢放飞这个无人机啊，它可能会这个导致信号干扰，影响高铁的正常行驶。飞行物啊在飞越高铁或者在停留在高铁这个行驶区间的上空的时候啊，受这个高铁行驶的信号干扰以及其他的一些意外情况啊，可能会导致这个飞行物的坠落。如果这个飞行物坠落进护网，会对我们这个高铁的正常行驶导致这个重大的后果。根据贵州省高速铁路安全管理规定，禁止在高速铁路线附近放飞无人机，个人或非经营性单位违反规定将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经营性单位违反规定将处以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在高速铁路沿线500米范围内严禁私自升放孔明灯、无人机等低空飞行物，避免影响高铁行车安全。13号，在广东潮汕站，车站工作人员和民警发现一名男子所持车票为过期废票，而且票面日期还有明显的拼贴痕迹，于是立即拦住了这名男子。你这个13是哪里来的？我是有一张2月4号回来的票，那个13是有，那个13是那张票的，那个时间是13点。先跟你说一下，你这个涉嫌被盗的票。李某交代，他本来要买13号的票返回广东广州工作，却因自己的疏忽大意，错将13号的票买成了12号的。于是他抱着侥幸的心理变造车票，企图蒙混过关，没想到刚进站就被拦下。随后民警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对李某处行政拘留。民警提醒广大旅客，如果买错了票可以改签，千万不要变造车票，因小失大，得不偿失。新闻早报，热点早知道。17号，就猪肉灌汤水饺在多地检出疑似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事件，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表情况说明称，对此事给广大消费者造成的困扰和不便表示诚挚的歉意。18号早间，该公司又发布公告称，以第一时间将相关疑似批次产品从各销售渠道全部封存。18号早间开盘前，三全食品发布公告称，关于媒体报道灌汤水饺疑似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公司已第一时间将相关疑似批次产品从各销售渠道全部封存。三全食品还表示，公司所用猪肉来自优质合规供应商，对每一批次的原料猪肉都有溯源系统，且每批到货均包含国家相关部门出具的该批次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等证明，运输路径也严格执行农业农村部的规定要求。公司已第一时间与监管部门沟通，开始行动，承担起相应责任，并积极配合两地相关部门做进一步的核查及相应处理工作。对此事给广大消费者造成的困扰和不便，公司表示诚挚的歉意。目前河南省政府已经派出由省畜牧局牵头的联合调查组，分别奔赴湖南、甘肃两地，协同当地有关部门核查相关情况。据了解，此次被检出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的品牌不止三全食品，其他涉及的品牌包括科迪、康利斯、奇惠、金罗、惠万家在内的多个速冻品牌产品，其中山东临沂金罗文瑞食品有限公司的一款香肠、河南科迪速冻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水饺、肉丸等产品，至少有67份样品检出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截至17号左右，金罗在天猫、京东等电视
商平台上的该款香肠商品状态为已下架。对于该款产品下架，金罗、天猫旗舰店客服人员表示是产品已不再销售，其否认是因为涉及猪瘟问题。对于更多该产品或猪瘟相关的问题，该客服人员表示不清楚。柯迪速冻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尽管没有接到有关部门的通知，但问题批次已经召回。该工作人员还称，部分问题产品从发出到召回间隔的时间并不长，另外还有一批货在仓库里没发出。再来说一说很多人喜欢吃的甜食啊，现在为了开发这种甜点的品种，商家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不但在口味上创新，在造型上那也是煞费了苦心。这不，有商家就打起了人民币的主意，直接把人民币做到了蛋糕上。你看这种蛋糕够霸气吧，蛋糕上铺满了百元大钞，看着就让人兴奋不已。这三家烘焙店正是为了迎合一部分消费者的需求，特意制作了这种蛋糕。年轻人他喜欢就是送朋友嘛，他喜欢这种。当然，这种百元大钞可不是真的，拿糯米纸打印的，是可以食用的。它是拿食品打印机打印的。食品打印机，听听就感觉够高端的。不过这种创意用错了地方，因为人民币是法定的货币，图样是不能随意使用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禁止在宣传品、出版物或者其他商品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我们依法对涉案的展示品以及这个人民币的图样纸，我们进行了没收，我们将依法进行处罚。执法人员表示，他们可以对商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如果没有违法所得，可处以1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为了招揽生意，商家确实够拼啊，搞创意无可厚非，但是必须要以遵守法律法规为前提，不能够超越底线，否则得不偿失，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们都知道，救护车救人于危难之中，肩负着重任，但是在江西南昌，一位救护车司机在执行任务时居然醉酒驾驶。前几天，江西南昌的王先生接到交警打来的挪车电话，求助交警的是一位120救护车司机。挪车时，王先生发现这位救护车司机口齿不清，似乎喝过酒，于是报了警。后经民警确认，救护车司机的确是醉驾。是醉驾吗？他是隔夜酒，像他这个情况的话，一般都要刑拘或者治安拘留。虽然只是一个驾驶员啊，但他从事这个工作是非常神圣的，啊，那么他在这种喝饮酒后仍然在这个在工作，驾驶这个急救车辆，啊，是对人民群众的生命是极度不负责任。这隔夜酒，很多人误以为这隔夜酒没事儿，但其实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不一样，酒精被吸收和排放的时间也各不相同。最保险的方法就是喝完酒后第二天千万啊不要开车，尤其是救护车司机这样的职业，涉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更应该慎重。那么下面我们来关注一段网络视频。视频中，一位母亲因为航班延误导致孩子没有办法参加考试而痛哭不已，令人同情。好在学校人性化处理此事，让孩子顺利地参加了考试。孩子之前认为他笔试过了，今天约的是考二试嘞，考两场嘞。昨天晚上来，等到9点多了。10点半坐上飞机，坐到12点，他说飞不了了，后来航班取消了。今天他又说10点能飞，我们来了到现在，排到现在还说航班又取消了。哎呀，早说我们就想办法坐火车了。看到妈妈失声痛哭，一旁沉默的孩子默默地为母亲擦去眼泪。好在校方对于此事也很快给出了回应。2月16号，浙江传媒学院通过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得知此信息后，经我校研究，由于雨雪天气不可抗因素导致航班延误，未能按时赶到我校考试的考生提供机票证明，允许在17号下午正常考试结束前给予安排考试。前两天，重庆的一家住户接到了一个快递包裹，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一条大蟒蛇啊！这可把女主人吓够呛，赶紧报警。
接警后，赶到现场的沙区虎溪派出所的民警都有点不敢相信，一个箱子里竟然盘踞着一条大蟒蛇。询问收到包裹的张女士，张女士说，这是家里十多岁的女儿在网上购买的。她告诉民警，女儿在网上发现有人出售这种叫黄金蟒的蟒蛇，觉得好玩，就用春节期间积攒下来的压岁钱在网上买了一条，并通过快递送到家里。张女士说，她知道黄金蟒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所以赶紧报警。我们接到报警的那个说是娃儿在网上购买的，但是具体我们还在核实，在一个保温箱里面，然后我们家的时候还有点重，大概有十几斤嘛。民警马上通知了沙区森林公安，由他们把蟒蛇送到了重庆市动物园。这期间，那位购买这条黄金蟒的女孩多次询问黄金蟒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在我们重庆动物园两条管理饲养，目前来看的话情况比较良好。重庆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条黄金蟒是人工培育的，已经成年，黄金蟒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不允许买卖。重庆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提醒市民，不能私人饲养黄金蟒这一类的动物，饲养保护动物需要相关证件，不然是违法行为。最近啊，很多学生的假期余额已经是严重不足了，可是孩子们的作业写完了吗？虽然绝大多数孩子是很自觉的啊，自己写作业，但仍有一部分学生是总到了假期的最后才开启疯狂的补作业模式。于是一款黑科技产品悄然在网上热销，那就是写字机器人，据说能模仿孩子的笔记帮忙写作业。咱们一起去看一看。据哈尔滨市的张女士讲，寒假期间老师留了抄课文、写作业、数学卷、背单词等作业，因为旅行过节耽误了写作业，张女士就督促女儿把作业补齐，没想到女儿用两天的时间就完成了抄写作业，而且字迹工整，没有出现错字改字的现象。本来挺欣慰的张女士在整理女儿房间时意外发现了抄写神器，这台写字机器人不仅可以模仿孩子的笔记抄课文、抄生字，还能画手抄报。一怒之下，张女士摔碎了机器人，还骂了女儿一顿。有商家表示，如果老师没有亲自使用过写字机器人，并不容易发现。也有商家表示，不建议学生使用，其用途主要是会议纪要、工程记录等。诚然，大量重复的学习任务是有些枯燥和无聊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这温故而知新的力量。无论家长还是学生，都应该端正态度，提前制定计划，这样就不必在开学前手忙脚乱了。那么在14号，在湖北襄阳一个公交车站，一位女子正抱着孩子上公交车，没有注意身后啊有一个小偷将手伸进了她的口袋，偷走了她的手机。而这一幕被坐在驾驶座上的公交车司机看了个正着，司机师傅大吼一声呵斥小偷，并且让他交出了手机。小偷明显被这一声吼吓懵了，愣了一下，但并没有交出手机。司机师傅立刻站了起来。手机拿出来，我一看，多少？我的男的，骗你啊！多少啊？小偷被司机师傅的怒吼吓到，乖乖交出手机，灰溜溜离去。周围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了，特别反感这种现象。所以我必须要制止他。司机大哥非常勇敢的，看到这种行为了，直接去制止他，不怕这些人的那个报复。对于离开的小偷，目前襄阳市公交集团已搜集相关证据向警方报案。而对于司机张桥的正义行为，公交集团在全公司进行了通报表扬，并给予他500元的现金奖励。多的事儿，拥挤的事儿，小事也是小事儿，最容易下手的事儿，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照顾好前后，最好是有序的层次。新闻早报，新闻贴心报，进入到生活服务资讯板块。首先来看全国天气情况。今天是正月15元宵节，预计北方大部降雪将消退，南方降雨强度也会减弱。元宵节晚上，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云量较多，观月的可能性较小。华北以及内蒙古中东部以晴为主，能欣赏到满月。我国其他地区天空可能有少量云，欣赏到云追月的可能性较大。
来关注省内总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吉林南部、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北部沿边有雨夹雪或小雪。省内大部分城市和地区的最高温度在零下一度到零下三度之间，最低温度在零下十一度到零下四度之间。如今人们越来越重视养生，很多人都会买一些按摩器具在家里使用，但是下面我们就要给您提个醒。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公布按摩器具抽查结果，在抽查的五省份34家企业生产的44批次产品中，发现有14批次产品不合格，不合格发生率为 31.8%。 那到底什么地方不合格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这件标称丽水市日丰电器有限公司生产的腿足按摩器，就是这次被检出质量问题最多的产品之一。有四个项目被检出不合格，分别是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护、电器间隙、爬电距离和固体绝缘、骚扰功率和骚扰电压。在实验室，记者看到这个腿足按摩器的电源耦合器由于开口过大，检测人员用标准的13号金属探棒直接就能触碰到内部的带电部件，继而引发测电笔报警，不符合标准要求。除了开口过大之外，检测人员发现这个腿足按摩器内部带电部件的电器间隙、爬电距离也不合格。国标要求电器间隙加强绝缘应大于等于 3.0 毫米，而这个耦合器的实测值只有 1.6 毫米左右，根本起不到绝缘的作用。通俗的讲，也就是说耦合器内部的金属件的位置设计的过浅，达不到绝缘的要求，产品接入电源时即便人体碰不到内部的金属件也有可能触电。而令人担忧的是，类似这样不负责任的设计在这次国抽中远非个例。来看这个双头按摩棒，撕开机身上的产品标签，下面竟然隐藏了一个两厘米左右的孔洞，检测人员的手指直接就能伸进去触碰到内部的电线。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出现这样的设计缺陷，除了厂家对相关的国家标准了解不够深入之外，还跟厂家片面降低生产成本有关。这个养生美足宝，其标称的产品毛重为5000克左右，检测人员告诉记者，按摩器具质量超过3000克，电源线应使用机械强度和绝缘厚度都过关的53号普通聚氯乙烯护套软线，而这个样品采用的却是质量不达标的52号轻型聚氯乙烯护套软线。检测人员告诉记者，与53号电源线相比，52号电源线的绝缘性能和机械强度要差很多，但是在成本上却具有一定的优势。再来看这个幻变八头按摩棒，电源线上竟然没有安装任何固定装置，检测人员用手轻轻一拉就拉了出来。电源缆线如果没有固定装置，那客户在用的时候可能直接拉了这个电源线，然后如果拉的用力导致了电源线被拉出，这里弄断被拉出，那这就直接带电了，那对客户会有触电的危险。就不合格的原因是什么吧？这个我想考虑的。企业肯定也还是为了节约成本，少了这一步的结构上的设计，结构不合，设计上的不合理，然后节约了成，为了节约成本，没有设计它的那个固定装置。近年来，因按摩器具漏电致人伤亡的报道不少，在相关部门加大监管力度的同时，消费者在购买使用按摩器具时也要注意质量、使用事项以及适宜情况等，以免让养生工具变成伤身武器。海量资讯精心梳理，热点新闻理性分析，重大事件深度解读，实用信息贴心送达。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新闻继续。每逢冬季都是农闲时节，在长春市鹿园区西新镇庄家村的村民们却还在辛苦地劳作着，手里也是忙活着，那么脸上流着汗，心里却乐开了花。外面寒风凛冽，室内桃花盛开，这样的好时节就出现在长春市西新镇裴家村的生态大棚里面。
有的草啊，这耗子耗子，那里还有呢。这就得搬下去了，不然耽误别的火生长。这个在大棚里不断忙碌的人，就是长春市鹿园区西新镇裴家村的党支部书记周凯。2017年，在他的倡议下，裴家村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决定借助地缘优势发展棚模经济。国家提倡搞生态农业，我作为一个村支部书记，我也想了带老百姓搞个绿色生态农业。然而，一开始这个想法还是引起了一些村民的非议。对咱们还是集体这块和党支部这块还有意见的。考虑到裴家村多年来一直靠种植玉米这种传统农业来发展经济，大家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肯定需要时间的考验。村集体决定通过企业合资、集体自筹等方式，投资2000多万元，建起了一期34栋生态大棚，绿色蔬菜、瓜果、梨桃，一下子改变了村民们的生产方式。去年我们挣了50万，给老百姓发了5万块钱的奖金，所有的钱发以后，老百姓感觉还有受益，有受益处了，也特别积极的想让咱们做这个农业。原本冬天的农闲时间变成了村民们热火朝天的劳作时刻，什么果蔬收益好就种植什么，金手指葡萄、红心火龙果、紫色生菜、金珠小柿子，曾经地里满眼玉米的裴家村，如今都快变成了南方的果蔬园。春节前慕名而来的顾客就把整个大棚的火龙果采购一空，一排排绿色的空枝虽然没有了前几天满树火红的颜色，但村集体的收入却红火了起来。走进草莓大棚，刚刚成熟的草莓也供不应求。春节这几天量比较大，基本上一天草莓的话得150盒左右。村民们给记者算了笔账，像这种纯绿色、没有一点化肥的丹东九九草莓，一斤都能卖到50-60块钱，一盒能装3斤，150盒就是20000多块钱。三个草莓大棚一天的收益就在6-7万元左右。大伙特别满意，特别高兴。完，这受益大伙，老百姓受益也挺好的。裴家村的生态大棚呢，建成还不到2年的时间，但是收益却非常明显，每年的净收入呢就在100万以上，这让村民们喜出望外。大伙都说裴家村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红火。现在正值春运期间，对于民航的机务人员来说，也是一年当中最为紧张忙碌的工作时段，他们每天坚守岗位，守护着旅客的平安出行。郭川是长春龙家国际机场机务工程部的维修工程师，他每天需要检查的飞机有10余架次。这是我们正常每天的航班动态，我们每天根据航班动态，它有起飞、到达，还有各个保障节点啥都有，我们是根据这个看航班状态，然后进行分配任务。郭川他们这个职业也被大家叫做飞机医生。上午9时，郭川和同事们拎起工具包走出值班室，到达停机坪。5分钟后，一架飞机滑行至停机位，随后郭川面向飞机头打起了专用手势，在他的指挥下，飞机精准停靠。伴随着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郭川等人快步走到飞机下，对机体进行全面检查。航前工作是按照工卡对飞机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然后保证飞机的适航状态。第一步要做一个绕机检查，按照工卡。近几天气温较低，停机坪的温度比室内还要更低一些。顶着刺骨的寒风，郭川按照手里的工卡仔细进行检查，大到发动机，小到螺丝钉都要检查到位。经过了近半小时的检查，郭川确认可以安全起飞。调度机务，青藏航6动动摇航前准备完毕，可以放行。上午9:40，郭川和同事们的第一架飞机检修工作结束了。可是还不能休息，因为第二架飞机正在等待他们检修。在和郭川的聊天中，我们了解到，这样每天在室外停机坪上参与航班保障工作的人员大约有27人，每天需保障约90架次飞机，风雨无阻，只有中午吃饭的半小时时间才能进行简单的休息。我的岗位职责就是保证安全，保证让旅客平安出行。春运我们的工作量增加不少，但是为了保证旅客更平安更好出行，我们不怕辛苦，会继续坚守在我们的岗位，把春运保证好。
如果您看到路边有老人受伤摔倒，那您应该怎么办？前两天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大二学生霍磊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他选择了毫不犹豫地上前帮忙，而且身为医学专业的他用专业的急救知识让老人脱离了险境。当天下午5点多，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学生霍磊在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看到一位老人倒在马路边流血不止，旁边围了很多人，危急情况下霍磊赶紧上前帮忙，一边让路人拨打120，一边查看老人的受伤情况。那个老爷爷就是躺在路边，头下面都是血，我一看那个流的特别多，而且当时天气特别冷，当时他的体温啥的肯定下降，我当时去的时候就摸他的颈动脉，还有用我的面颊感受他的呼吸都非常微弱，还有他脉搏几乎都摸不到了，我想着如果他不及时止血的话他就会特别危险。考虑到老人伤口很深而且一直在流血，霍磊首先对他进行止血处理，由于现场没有纱布，他就用自己戴的一次性口罩为老人按压止血。他的头上有好多比较深的口子，后脑勺和前面有两个大的口子一直流血，然后我就赶紧给他用两个口罩压迫止血，我就让我同学又去远的地方买了那个纱布，又给他现场就包扎的。为了防止伤口再次出血，他一直用手臂环抱老人，当时天特别冷，冻得自己的手一直在打颤，手上衣服上也沾了不少血。在此期间霍磊不断跟老人交流，让老人保持意识清醒。没啥事，叫那个急救车一会儿就来哈。不久后老人的血止住了，意识也逐渐恢复，并被120急救车送往医院救治。目前老人经过治疗已经康复。据了解，由于雪天路滑，当时老人骑三轮车不慎滑倒，车子翻到了沟里，人也摔倒受伤。如果没有霍磊的及时救治，老人很可能有生命危险。那情况特别的危险，因为当时血特别多，但是我就作为一个医学生的话，这种情况可能以后更常见吧。当时就是没人敢靠近嘛，都在围着看，因为他们也不敢移动，不知道怎么去救治，就是路人都看到我去救了嘛，然后都一起帮忙，就感觉特别温暖。霍磊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救了老人，而吉林市的民警则以智慧施救。2月3号，吉林市一名男子在松花江边打算跳桥轻生，辖区派出所民警随后用一种非常机智的方法施救，把他给拽了回来。我们是接到110指令，江边有人要跳江，然后咱们就立即给我出警。到达现场后，民警看到事发地点位于吉林市松花江边回水坝西侧，当时江水湍急，浪高数米，稍有不慎，民警与男子都会坠入江中。他是说有遗言想说，而且让我跟他家属转达，但当时我距离他大概能有3米多吧，当时不敢让他说，如果他说了之后，我怕他随后直接就跳了，我就借口我说，江边风太大，浪太大，听不清。紧急时刻，民警一面与该男子交流，劝其放弃轻生想法，一面小心翼翼地接近该男子。此时，男子也一点点放下戒备心，想让民警将他的手机转交给家人。就在民警借此机会靠近该男子时，乘其不备，果断将男子从江边险地拽回到安全地带，并成功解救。站那太危险了，坐着说，拦着你，你干啥我们都不拦着你，放心吧。那你把事儿咱得说明白了，你站那多危险，你掉下去你不完了吗？经过民警的耐心劝解，该男子终于放弃了轻生的想法。据民警介绍，轻生男子老家在山东，来吉林市靠打工为生。2019年2月3日当天，自己不小心弄丢了身份证，而打工的单位要求过年期间不回家的员工必须持有身份证，否则无法安排他在这过年。容易发生什么别的意外，于是他就跟家里联系，我身份证丢了。然后家里呢，他父亲跟他说，我不管你，你怎么样都行。得知了男子的轻生原因后，民警将他带回了派出所，并帮助其补办了身份证件。轻生男子对民警不顾危险解救自己的行为也表示衷心的感谢。
国际方面的消息，围绕韩国国会议长要求日本天皇就慰安妇问题道歉的言论，当地时间16号，日本外相和野太郎再度表态说，已经再三要求韩方收回言论并道歉，希望韩国能切实予以回应。日本媒体曾报道称，在当地时间15号，日韩外长举行会谈的时候，河野太郎再次要求韩方就韩国议长的争议发言进行道歉，而韩国外交部方面16号称，这与事实不符，会谈时日方没有提到这件事。当天，河野太郎又反驳韩外交部的发言，称自己曾在会谈中明确表示韩议长的言论令人震惊，自己对此感到十分遗憾，认为韩方理解了自己想表达的意思。河野太郎还表示，希望韩国方面能切实回应日方的要求。本月8号，韩国国会议长文喜相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日本天皇应就慰安妇问题道歉，日本方面反应强烈。再加上近日二战劳工索赔案中，韩方申请出售涉案日企被扣资产、韩国解散慰安妇基金会以及雷达照射风波等问题集中施加影响，日韩两国关系持续趋紧。本周日，日本冲绳县将就是否支持驻日美军普天间基地在县内搬迁一事举行公投。而根据日本共同社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时候受访者都反对美军基地搬迁。驻日美军普天间基地位于冲绳县伊野湾市，靠近居民区，一直以来备受诟病。日本和美国政府此前曾同意将基地搬迁至同样位于冲绳县的名护市的边野谷地区，但当地民众对此也强烈反对，希望能将这一基地彻底迁出冲绳。冲绳县议会去年10月通过县民投票条例，决定就是否支持现有搬迁计划举行县内公投，公投定于本月24号举行。而根据共同社16号、17号两天进行的冲绳县县内民调的结果显示，表示将参与公投投票的受访者中，67.6%表示反对驻日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至边野谷，只有15.8%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有关反对的理由，39.1%的受访者表示因为冲绳县不需要新基地，19.7%的受访者表示应将普天间基地彻底搬迁到县外或海外。对于冲绳县即将于24号进行的公投，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上周曾表示，普天间基地的搬迁计划不会因这次公投的结果而发生改变。据英国广播公司等多家英国媒体17号报道，当天有人在英国城市索尔兹伯里的一栋建筑上悬挂了一面俄罗斯国旗。英国媒体在报道中将此事与大约一年前在索尔兹伯里发生的俄罗斯前特工所谓中毒事件相联系。据报道，一位当地民众说，他在当地时间17号早上发现了这面俄罗斯国旗，旗帜大约有10米长、7米宽。这面俄罗斯国旗可能是有人在夜间爬上脚手架悬挂上去的。之后，当地相关部门取下了这面国旗。英国媒体报道说，当地的一名议员指责这起事件是愚蠢的伎俩，用来取笑2018年发生在索尔兹伯里的俄前特工斯克里帕尔妇女中毒案。不过，当地警方表示，目前就这一事件下结论还为时过早。目前，警方正在通过检查监控录像等方式展开调查。2018年3月4号，斯克里帕尔妇女在英国索尔兹伯里市街头的一张长椅上昏迷不醒。英国方面随即声称，二人是被人用神经毒剂诺维乔克所害，责任方可能是俄罗斯，而俄罗斯予以坚决否认。该事件之后还引发了西方多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外交风波。英国中部航空公司16号宣布，受英国脱欧带来的不确定以及燃油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他们无法继续运营，进入破产程序，并关闭所有航线。英国中部航空公司16号在公司网站发表声明称，进入破产程序是无奈之举，燃油等成本上涨以及英国脱欧前景的不确定性让公司运营状况堪忧，难以维持。该公司称，很遗憾破产成为唯一的选择，并强调脱欧带来的挑战实在难以应对。由于英国中部航空公司临时取消航线，很多旅客受到影响，有的人甚至已经过了安检才被突然告知航班取消。英国中部航空公司建议预订了该公司机票的旅客及时联系旅行社、保险公司、银行等机构寻求退款。一些地区的交通部门也在设法为旅客寻找替代航班。英国中部航空公司拥有376名员工、17架飞机，在25个欧洲城市有航空业务。2018年，
他们直飞了大约29000架次航班，运载52万多名旅客。在以色列中部城市佩塔提克瓦，一只名叫米提的猫近来成为了网红，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这只网红猫。上个月底，有网友将这段在佩塔提克瓦一座车站拍摄的视频上传到了社交媒体。画面中，米提卧在自动检票机上，表情淡定地迎接络绎不绝的乘客，就像是一名老道的检票员。这段视频被放上网后，点击量一路飙升。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100万人次的观众浏览过这段视频，分享次数达45000次。车站站长伊夫拉说，米提出身成谜，是2年前来到他们的车站的，之后就一直在车站出没，全靠车站工作人员和乘客投喂。而米提出名后，更是吸引了不少人特意跑到这座车站围观这只网红淡定猫，就连佩塔提克瓦市长都为他送来了食物和玩具。不过站长伊夫拉说，虽然有那么多人喜欢米提，给他送吃的玩的，但是他还是希望有人能收养米提，给他一个温暖的家。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16号，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附近的一条公路，由于结冰，道路湿滑，发生撞车事故，49辆车连环相撞，造成至少14人受伤，事发路段一度被封闭。16号，德国南部城市劳克林根举办世界蓝精灵大会，人们装扮成蓝精灵，齐聚一堂，欢乐起舞。此次大会有2762人参与，将打破2009年威尔士蓝精灵大会保持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参与人数最多的世界蓝精灵大会。卡通形象蓝精灵于1958年在比利时诞生，时至今日，全球仍有约120个电视频道在播放蓝精灵的动画片。一年一度的威尼斯狂欢节于16号晚在意大利北部水城威尼斯拉开帷幕。17号，卡纳雷吉欧区的运河上举行了盛大的水上巡游表演，华丽的小船载着造型各异的表演者，运河沿岸还可以品尝威尼斯传统特色美食，吸引了大量游客。威尼斯狂欢节是世界上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狂欢节之一，以面具文化和华丽服饰著称。今年的狂欢节将持续到3月5号。17号，澳大利亚一男子在拜伦湾一带冲浪时突然遭遇鲨鱼袭击，所幸在同伴的帮助下，他最终得以逃生，但腿部受了重伤。事发区域附近海滩暂时关闭。体育方面，昨天美职篮全明星赛落下帷幕，最终勒布朗队以178-164逆转取胜字母哥队。本场比赛双方在奉献精彩的同时，也刷新了多项记录，其中两队合飙62记3分，刷新了历史记录。杜兰特凭借着在本场得到的31分，使其全明星赛总得分达到250分，升至历史第五位。昨天2019年国际乒乓球挑战赛葡萄牙公开赛全面收官，中国乒乓球队继之前获得混双冠军后，又将男双、女双和男单冠军收入囊中。梁靖昆获得男单冠军，范思琪、杨慧晶获得女双冠军，曹薇、徐英山获得男双冠军。文化吉林，追梦中国，吉林文投集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再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省内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天气预报。长春小雪，2度到-5度。白城多云，1度到-6度。松原小雪转多云，2度到-8度。四平小雪，2度到-9度。辽源小雪，1度到-11度。吉林雨夹雪转小雪，2度到-5度。通化小雪，0度到-6度。白山小雪转小到中雪，0-1度到-8度。延吉多云转小雪，3度到-4度。长白山小雪转小到中雪，0度到-9度。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GLTV 新闻早报，参与互动话题讨论，赢取吉林省全民阅读活动图书等精美奖品，以及即时生活频道全程热烈栏目的录制现场门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